口令。3, 2, 1 ，Go！ 哎呀，我突然觉得这0.5倍速的第一关我都能过去。要不你也试试啊？算了吧。哎呀，这个0.5倍速对于张婷婷来说就跟跑着玩儿一样。是的，第二关呢，这个就得自己控制了啊，因为第二关我们是一个纯物理的关卡。今天婷婷可能跑出了这次在亚洲一号赛道上最慢的速度。对。所以今天我们也设置了冲关也疯狂，希望用不同的倍速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速度的激情。是的。好，接下来到达第四关，第四关也是一个得靠自己这个的力量和速度，还有你的四肢协调性通过的一个关卡。哎呀，今天风和日丽，又抽到了这个0.5倍速，婷婷真的是运气很好。是的。30毫米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因为赛道上的速度是随机调换，所以大家会遇到什么样的速度也不太清楚，只有在今天这种特殊的赛制啊才能看到。是的，也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赛制下，让观众们看一下我们的赛道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漂亮。这个闯关也没有时间的压力，也没有关卡速度的压力。来，最后一关了。哎呦，好的，今天这张婷婷的冲关是特别轻松啊，手气好。这可能是她闯的最轻松的一次了，面带笑容啊。恭喜张婷婷登顶成功。跟平时闯赛道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今天就当作是来玩的。之前是比速度，今天就是比运气比开心啊。今天比完了赶紧买张彩票去啊，好运气。来吧，把你的加连大奖带回家了，恭喜。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好，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哇哦，好了哇，陈玲玲。来，陈玲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大家好，我叫陈玲玲。嗯，陈玲玲不得来个6倍速啊。不超过5倍都对不起你的实力啊。怎么能这么对我们的玲玲呢？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0.5倍速，老师给来个3倍速，让玲玲看看之前有人赚到3倍吗？有啊，现在杨艳、裴云都是3倍速闯上去的。然后通过了吗？通过了呀。哦，那没问题了。玲玲没问题啊。来吧，陈玲玲。哎呦哎呦，还行。哎呦，还好还好还好。2倍速呢，我觉得对于陈玲来说也不算什么啊。那这个结果还算满意吧？还可以，满意啊。接下来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调到2倍速，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陈玲玲也是今年的决赛选手啊。陈玲玲也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了，今年总决赛的成绩是1分14。是的，我这个转速确实有点快啊。对，主要是第一关，第三关也重要。哎呀，哇，直接跑过来了。第三关主要是这第一项啊，这次不错，来，哎，还不错，小心。哎，所以说对于他们这些冲关王来说呀，我觉得这都不算什么考验。是。好，接下来到达第四关。陈玲玲今天也算是小小的挑战了一下自己。是的。30毫米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对于冲关王来说啊，这个2倍速、3倍速
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玲玲也没有问题啊，两倍速相信你可以克服的。看起来两倍速也还好啊。是，当然玲玲和刚刚登上高台的婷婷相比，这运气就稍稍差了那么一点点啊。没关系，只要实力在啊，运气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确实。好的，来到了第六关，这一关的速度感知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漂亮，第七关应该对你造不成什么难度。自然好礼，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后面像陈凌云这样的老冲关王，可以直接选择三倍速挑战一下。对，来吧，恭喜，恭喜，陈凌云顺利登顶。玲玲，跟我们直观的描述一下，两倍速的状况下闯赛道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还可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对不对？对，蛮刺激的。后面还有好多的冲关王，跟他们发出一下邀请，让他们直接挑战一下三倍速，好不好？对，挑战三倍吧，三倍更刺激。好的，后面的冲关王们，直接挑战三倍速吧，加油！恭喜玲玲，带走你的嘉定大奖。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布恩。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哥哥。组团来的是吗？哎呀，来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哥哥。哥哥，要不咱也直接来个三倍吧。这我们递增的哈，你看有0.5倍，有2倍，要你来个3倍，正好。你想赚到多少？0.5。来吧，反正都你们自己赚啊。走起！哎呦，确实是3倍啊，确实是3倍。来吧，我们先换上护具，先穿一下护具。三倍速刺激是吧？啊，这一看着我觉得刺激，都不能多看，越看越迷惑。别多想，你别吓唬他啊！这出发前我们给你助助力啊！来，自然好旅以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好，接下来咱们看看哥哥挑战三倍速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加油！第一关必须得冲起来啊！哇，这确实有点难度啊。哥哥说：“我有点站不住呀。”哦呦呦呦呦，来！哎呦，还是不错的啊。想想三倍速曾经是我们的冠军和季军杨艳培晕闯过的关卡，我估计你上去应该迈不开第二步了吧？我根本就不上去。此时此刻我们的哥哥的亲密爱人叶明俊正在赛道旁边默默地注视着你。哎哎哎呦，真是不能提，跳不动了。每一次老公在旁边看着都要落水。好，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有请。你好，大家好，我叫陈燕。陈燕，是一位宝妈，对吧？对。今天这条赛道也成功登顶了，是，对不对？是。在当时我们是正常的速度，一倍速。对。所以说你今天要是赚到0.5，你肯定没问题。赚到1.5，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是，看看幸运的女神会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我们试试啊。来吧，先转一下，转起来。好的，哎。这才是你想要的速度。是，今天咱们就是来挑战自己了吗？对，特种兵生榨椰子汁，来，咱们喝一杯助助力，好不好？自然好礼与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陈燕，来吧，加油！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两倍速也没问题哈。哎呀，不错，还不错啊！虽然这两下走的都是跌跌撞撞的，你
你现在已经超过张苗苗了，现在超过格格了、哎、厉害厉害。陈爷说我自个儿都没有想到啊，第二关对你来说没有难度啊，之前已经尝过了。对，主要就是第一关，第二关跟着速度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一个圆盘可以移动扶好喽。好，第三关的第一个圆盘，加油，铺平压低，压低，好的、哎、还不错。哎，这一下如果你稳到了，这一关也没问题了。是在陈烨身上看到了勇敢拼搏的精神。是的，今天陈烨确实很拼啊。是，走了，非常好。好，第四关也没问题啊。第四关，对，它跟你的速度没有什么关系。好的。好的。欢迎来到第五关动力核心。这个冲关经验并不是特别丰富的冲客啊，面对两倍速丝毫没有胆怯啊，表现还是不错的。对，胆怯倒是没胆怯，就是动作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吃力啊。确实啊，因为毕竟这个经验不太丰富，闯关的动作累呀，闯关的技巧啊并不是特别的娴熟，但是第五关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有请。你好。欢迎。大家好。来，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琪琪。你的理想状态是几倍速？0.5倍。那就是再慢一点的速度啊。来看看今天手气好不好，来我们试一下。理想速度是不转，0倍。走起。也还不错了啊，1.5倍跟这个正常速度也是相差无几。是，虽然是挑战，但难度不高啊，加了0.5倍，好不好？来，加油了，来吧，看你的。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王琴琴，今年也是成功登顶，进入了晋级赛。1.5倍速确实跟正常的速度也是差不多少，所以对于琴琴来说啊，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问题。这关可以放松了，这挺有意思的。以往到第二关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紧张，现在变成了一个放松的关卡。就不赖速度了，琴琴。好，比赛继续，我们有请本组的最后一位女生，有请，欢迎。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陆琪明。陆琪明也是很有经验的一位冲关王哈。是，看看今天手气怎么样。转起来啊。这可不怪我啊，这个运气没谁了。来吧，没事儿，今天来咱们就是感受不同的这个冲关感觉啊。也是考验你实力的时刻了。 来喝口椰子汁儿先，别客气。缓缓自然好礼与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你这明明都不敢卖了。是的，但咱们至少第一个有经验啊，第二个有实力，还不错哈。哎，过得挺稳的。哎呦，这确实不行了。
因为这个转速过快啊，所以它这个起跳时候啊，你看用不上力，或者说你刚想走的时候立马转走了。好，那我们的第一组的比拼就到这儿了啊。这个真是特别希望看到有一个三倍速能够挑战成功，确实有难度啊。这一组没有啊，第二组也希望各位运气能够再好一些，期待一下。好，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新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2020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是我们的冲关也疯狂的环节，是究竟怎么疯狂呢？来看我身边啊，哇哦，准备了一个这个带倍速的转盘，待会儿呢我们的选手就可以上台依次转动它。话不多说，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哇，欢迎。大家好，我是叶明俊。叶明俊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的老冲关王。我觉得你要不要挑战一下自己，我们直接到三倍。我怎么觉得我先给兄弟们探探路吧。哦，先给他们探探路。好，那看看叶明俊今天来。3、2、1走。哎呀，两倍啊。中规中矩是，但是也是一个挑战了今天。所以有没有信心叶明俊？必须的。冲关之前送上我们的特种兵生榨椰子汁，好的，自然好利与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是，我们大喝一口。哇，好，加油加油哦。两倍速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加油。哇，你看人家第一关过的连这个滚筒都不带动的。还没开始啊，是这个两倍的倍速在后面的关卡就有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我跟你说，他一定可以登顶成功，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冲关王，而且也做过我们的冲冲侠。没错，对不对？这个对我们的赛道太熟悉了。你看这个速度啊，完全没有胆怯啊。漂亮。第四关，这关小心一点了。快快，漂亮。哇，恭喜叶明俊来到第五关。在两倍速的加持下，第四关第三关都没有阻挡你。男生的后面的关卡，第六关难一点。第六关如果两倍速的话会摇晃的比较厉害，也确实。所以说对叶明俊后面的关卡只有第六关应该可以造成一些阻拦。两倍速的第六关确实是晃的比较厉害一点。哎，但是他感觉也是很有方法啊，死死的抱着柱子。好的，来到了第七关。好的，没问题。两倍速确实是拦不住叶明俊啊。好的，恭喜叶明俊。我以为叶明俊啊一出场就会直接选择三倍速啊，先分享啊，直接交给了运气。跑了两倍速觉得怎么样？两倍速兄弟们祝你们好运，期待后面的兄弟们三倍速啊，来啊，玩得开心就好。奖励大家，送给你啊。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吧。Hello， 大家好，我叫朱虎，来自安徽宿州。欢迎朱虎。朱虎好。也是我们的老冲关王哈，这个刚刚我们的叶明俊呢，他之前最好的成绩是1分钟，他也不差1分05秒，所以想问一下，今天是想赚到几倍速啊？兄弟们让我探个路，我先试一下。你们都是探路的？你也来探路？对，刚刚探了两倍速，接下来你探三倍。你探的三倍吧。那就看运气了。好，来吧。1.5倍。还不错啊，我觉得今天朱虎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也是探探路的风格了。好，加油吧。
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哇，我们的朱虎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刚刚我们男生队已经拿到一分了，我觉得对于朱虎来说，1.5倍的速度拿到一分也是不在话下。刚刚两倍啊都没问题，1.5倍应该算比较保险，而且我们的这个倍数主要体现在3、4、5、6个关卡。好，第四关，时机很重要，哎、漂亮，非常快，非常连贯啊！我真的觉得他3倍速都 OK。恭喜来到第五关，接下来交给高台，速度很快啊，眨眼间就来到了第五关。好样的，拦不倒啊！好的，没有问题。这不就是一个常规赛吗？啊。轻轻松松啊，来吧，恭喜恭喜，朱虎登顶成功，还挺轻松的，对吧？对，和平时的这种常规赛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有没有后悔没有直接玩3倍速啊？你看啊，有点后悔，没机会了，跟你说。哎呦，等下次吧啊，来吧，加了大奖，带回家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开场的两位表现都非常不错，来看下一位的精彩表现，有请。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王翔，来自安徽滁州。王翔是今年亚洲一号赛道的新人，哇，新面孔，表现不俗、嗯、啊！之前的成绩是1分18秒钟。其实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万事开头难。今天的两位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接下来应该是比较顺畅的。来，是的，选择一下，感受这个你的运气啊，看一看能赚到几的倍速。0.5倍啊！你们的速度为什么越转越慢呢？运气很好，对，很棒。那我觉得今天第3分不在话下了，是不是？加油，王翔！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哇，王翔作为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上的新人，刚刚第一关的步伐也是非常的矫健啊。新人啊，就是有新人的样子，勇者无畏啊，凌波微步。其实有时候新人对于赛道来说，他们的心态会更好一些，就即使失败了，还有这个机会逆风翻盘，而且有一种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不对？没错。哎，但是说实话，我现在还挺期待我们的选手能够赚到3倍速的。对，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有这个实力可以闯过去、啊、对，主要是有实力啊。你看，简简单单又来到了我们的动力核心，高台的主持人你们好。还是有点犹豫啊，但是在这样一个比赛当中求稳确实也是一个策略啊。好的，重心放低，今天主要娱乐为主，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啊。是的，冲关也疯狂，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开心，冲客开心，观众开心啊，所有的工作人员看得也开心。第六关，好的，第七关应该问题不大啊，第七关没有速度可言的。好样的，来，好样的。
等等。第三分在手，恭喜王翔。0.5倍速没有什么难度吧？感觉是没有难度。下次有机会挑战一下更难的，好不好？是的，我也希望挑战一下3倍。你看，你们都是上了这儿才说，一到前面就说：“哎呀，看运气吧。”是有诸葛亮啊！啊，还是要更有勇气一些，才可能有更加精彩的挑战。不过今天也不错，来吧，加大的奖送给你。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今天的选手都非常的有实力，当然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对不对？我请下一位看看他的运气如何。好，大家好，我叫周岭，来自安徽合肥，谢谢。周岭啊，实力非凡的一位选手。怎么说？他这个之前的闯关也是非常出色的。最好的成绩是多少？给大家说一下。我晋级赛跑了1分多一点，然后上次魔王赛跑了50秒吧。50秒。要不这一轮你要不要就是让锦江哥帮你转，让主持人帮你转，你觉得怎么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看你的运气，主要是转到几啊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对，来吧，你主要看看我们主持人的手气怎么样，好不好？好，接下来周岭到底要跑多少的倍数呢？我们来期待一下，大力的转一下。哎，2倍速啊，还不错，还不错，不错啊。来，首先出发之前送上我们的特种兵生榨椰子汁，自然好礼与挚爱分享，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来喝一口，补充一下体力。好的，加油！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哇，你这是干嘛？拥抱。平步青云，拥抱一切啊！他把手张开，应该是想保持平衡。一个是平衡，一个是彻底的释放自己。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没错，我感觉他的这个势头啊，应该刚刚转我们的10倍速，就才能够配得上他。好，今天周岭挑战的是和第一位出场的叶明俊一样的倍数。对，小伙子看上去特别虎啊！来，恭喜，来到第五关，交给高台。欢迎周岭啊，老朋友了。他的第一关闯的确实很有特色啊，每次过第一关都是张开双臂。第五关你看看这个节奏，丝毫没有耽误啊，已经掌握了我们第五关动力核心的摆动规律了。关键问题这速度也不快啊。也确实啊，2倍速拦不住周岭啊。拦不住。周岭当年一直也是非常有实力来挑战汽车大奖的冲关王，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发福，帅气的面庞也依旧。而且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的手臂和腿部的肌肉，特别的漂亮。所以2倍速看来是难不住高手的。2倍速和叶明俊是同样的速度，但是你的闯关我个人觉得比叶明俊稍稍的要出色一些。凭什么？我觉得是一样的、啊、来吧。好了，恭喜周岭，恭喜周岭，我们让周岭用3倍速闯回前台。能做到吗？如果3倍速回去的话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愿意尝试但是今天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不给你们这样的机会，下一次。你们总是想先求稳，感受一下赛道1倍啊、2倍什么感觉，然后发现并不难，然后才想主动选择3倍。不给你们这种机会，来吧，加拿大奖带回去吧，下一次挑战3倍速啊！恭喜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好，希望这个好运继续啊！有请下一位登场，欢迎。你好啊，老朋友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陈豹，来自安徽合肥。哇，我发现我们的选手上来底气都十足哈。我觉得这样，刚刚是我帮这个周岭转了2的倍数，然后呢，接下来由子俊为我们的陈豹转一下属于他的倍速，好不好？可以吗？我有这个荣幸吗？可以。好，那我转到几就是几，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属于陈豹的速度究竟是多少。3倍！3倍！3倍！哎呀，不会吧？
哎呀，你太棒了，你太棒了，就是有时候说啊和做完全不一样，还是希望我们的选手好好发挥一下。那老师，这一分妥了。好，加油，晨报。好的。左手边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0.5倍速啊，对于晨报来说完全不在话下。哎，我在想接下来的选手该不会都让我把他们转吧？因为我这个手气好像还挺好的啊。刚开始转，我觉得子君的手气可能是先转个0.5，再来个三倍，依次往上累积。关键是我觉得。我不想让他们在我们的赛道上有遗憾，你知道吗？就每次登顶成功以后，然后主人都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哎呀，刚刚速度快一点就好了。而且我们的选手啊，都特别期待这个比赛，很早就来了。来，恭喜来到第五关。刚才的主持人，我们又来啦！欢迎晨报啊！哎呀，你说你们这些冲关王啊，真的都是事后诸葛亮啊！那个登上高台之后都说我三倍速没问题，在前台没一个直接挑战三倍速的。晨报今天运气太好了，0.5倍速，你说这个跑这条赛道不跟跑着玩一样吗？不过我觉得啊，女生都有敢于挑战三倍速的啊，这个小伙子们还是要再勇敢一点，是胆子大一点。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下一位这个上场的选手，我们让他挑战三倍速怎么样？万一下一个是个新人就完蛋了。对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无论是从动作的完整性还是从速度来说，晨报都是再一次完美出关。意料之中啊，恭喜晨报。没什么难度吧，还挺轻松的。是的。现在后悔了没有？想不想玩三倍速？想。你看你们都一样。哎呀，下一个三倍速啊，恭喜晨报，拿走你的贾玲娜奖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晨报脸上洋溢着笑容，很开心 啊！而此时此刻，我也特别的开心，因为男生队现在已经记下了5分了，太厉害了，怎么那么厉害？女生他们成绩第一组是2分，对，所以我希望好运继续。我们赶快请上下一位选手，来有请。你好，你好，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陈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不知道你是运气好还是不好，不是我跟锦江说的啊，就刚刚高台主持人啊，有一位叫张浩的主持人，他说下一个来直接就挑战三倍速，你同意他的说法吗？要么他帮我转。他有点远，太远了，他有点太远嘞。要不锦江你来转，我帮你来转好不好？可以，锦江转来好不好？来吧，能不能是三倍呢？哎呀，怎么回事啊？真的是自然而然的这个转动。前台主持的手气非常好。我们俩手气好是吧？好，好吧。希望这个成绩好运继续啊，加油！加油！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是这样的，紧张。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能帮他们转了。对，每次一转都是0.5倍。待会儿对，万一对吧，女生队接下来的比赛再不如意就要怪到我了。快把这个转盘送到张浩和启哥那里去，送到陈启那里去，让他们在高台转，你知道吗？好的。第四关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是0.5倍速无所谓啦，很稳妥的，对，轻飘飘的就过去了。好的，来到了第五关动力核心。哎呀，平时真的很难得看到这种匀速这个运动的赛道啊，因为赛道是随机的，所以我们说每次大家来闯关也是有运气成分，就这个意思。第六关我倒要看看啊，男生队到底什么时候挑战三倍速。平时参加晋级赛跑的都比这快啊，今天参加冲关也疯狂，抽到了0.5倍速，更应该把自己的速度啊给提起来。哎，好险啊。怎么0.5倍速也会遇到险情啊？
最后一关了。轻轻松松，来吧！实力与运气并存，恭喜陈磊。下一位选三倍速，为什么没有选？不能怪我，怪前台。哎呦，怪锦江啊！你为什么不给他转个三倍速？啊，0.5倍速很轻松，对不对？是的，也是下一次再挑战三倍速是吧？是，好吧，嘉玲大奖带回家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今年的选手啊，真的是太难带了。真的，0.5倍速还怪我们。出发之前给你转了自己喜欢的倍速，然后登上高台又觉得这个挑战不够。真的，我和子俊接下来不能再转了啊，坚决不转。对，看下一位的表现，有请。来，下一位，欢迎。你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张成毅。那今天呢，这个运气呢就要靠你自己来呈现了。来，转动一下我们的转盘，看一下今天成毅挑战的是多少的倍速呢？哎，一倍速。嗯，好，接下来看你的表现。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哇，速度也非常的快哈！这个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赛道很有魔力哎，就是好像每一个速度都被赚到了，只有三倍没有赚到。其实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期待接下来选手可以抽到三的倍速。嗯，接下来的选手我决定不让他赚了，快把转盘给撤下去。因为目前我们的分数是很充裕了，对，然后就期待选手这个高光时刻，挑战自我。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位选手的表现啊。就是还要看吗？高台的主持人，我们的选手又来了。是的，带着这么慢的这个倍速的速度，来到第五关了。毫无压力的冲向了你们。我们一直期待有个三倍速的可以走上高台，这才是看点。这是一位参加过晋级赛，也是经常参加马拉松的选手。我觉得我们赛道啊，三倍速还不够快。真的，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三倍速都不够快。对，应该来个5倍速、8倍速什么的，是吧？你看这个状态多棒啊！这刚刚跳下去还摆了个造型。今天对所有的男生来说真的是欢聚一堂啊，闹着玩来了。今天我们高台的主持人也是很辛苦啊。今天没有一个人到不了高台的。对。欢迎登顶。欢迎，恭喜张成毅。哎，后面的男生们啊，直接前面选择三倍速好不好？不要再这样子了啊，恭喜你带走你的家电大奖。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哇，今天啊，好像除了这个三的倍速没有赚到之外，其他的倍速都已经赚到了。对，所以下一位选手一定是三。好，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Hello,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李俊美，来自安徽合肥。你看啊，这个转盘我们都已经帮你转好了呢。说实话啊，今天想挑战哪个倍速？凭运气吧。还是凭运气啊，比较公平公正。好了，来自己转动一下我们的转盘，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李金美选择的是1的倍速。哇，大家今天运气都很好啊，来看你的精彩表现，加油了。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的，我们的李金梅也是出发了哈。我在想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男生会不会全部登顶成功呢？这个我觉得也取决于他们的手气了，就运气很不错哈。主要还要归结于今天我和子君带队，我们的将军组合再次出战哈。难道大家的势头都很强啊？你看一倍速还要等，哎，等等等等等，
好了，很顺利，来到第五关，交给高台。欢迎啊！今天高台主持人比晋级赛都忙啊，没有一个人落水，而且失误率也很低。确实啊，本身冲客们的实力是在的，而且运气也不错，基本上零失误。这位第五关过得也是很稳啊，节奏掌握得很棒。来到了第六关，刚刚我们在场边看到了裴云，我才想起来这是裴云的老公，是被裴云培养出来的新的冲冠王啊。何止啊，裴云他们一家呀，裴云的姐姐，裴云的弟弟啊，全家人。格外优秀的就是他的亲老公啊，确实也很厉害。这一家的男生赛道和女生赛道通吃啊，今年相信裴家奖品啊又可以堆满一整个房间呢，家也不知道够不够大啊，够不够放那么多奖品啊。欢迎漂亮，恭喜李金美。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可以成为像你老婆一样的冲冠王啊？我老婆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偶像了。哎呦，偶像永远无法超越啊，超越的只有自己。来吧，加大的奖带回家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今天我们第一组的男生啊，大获全胜，获得了8分的好成绩。来，接个掌，将军组合带队成功。这个运势开得不错，但是就是有一个遗憾啊，没有看到3的倍数。就是。所以期待我们男生组第二组的表现。来，接下来看一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新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2020男生女生向前冲。好，我们的第二组比赛马上开始，有请本组第一位。有请，欢迎陈洁云。欢迎，哎呀，欢迎陈洁啊。陈洁云这个今年夏天见面的时候还说这好几年没来了，是，哎呀，今年一来这家就不走了。今天又来了啊。是，今天看前面这个闯关的感觉怎么样？自己理想的倍速是多少？我觉得得挑战一下吧。我觉得像陈洁云这么有实力的应该直接来个3倍速。怎么样，都不用转了。但咱别了啊，咱还是遵守规则啊，运气交到你自己的手里。来吧，陈洁云，你自己转一转，看看陈洁云的运气怎么样。漂亮，还不如不转了。还不如不转，还不如不转呢。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冲冠王陈洁云能不能挑战3倍速成功。特种兵生炸叶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觉得主要就是第一关啊，因为这第一关一转起来真是有点难，你找不准那时机。好，不错，刚才这一步蹦的是挺轻松的。哎，很好啊，这个陈洁云能力确实很强，所以今天如果他要赚到了1倍速、1.5倍、0.5倍，那对于他来说那都不叫全新的玩法了。当然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肯定也希望看到啊，这些有实力的冲冠王能够挑战3倍速成功。哎，好的，不错，很稳的。小心，慢慢的往前移动，非常好，第四关这没问题了，轻松的钻过来就行了。第四关相当于给陈洁云是休息的关卡。陈洁云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上也创造过很多的壮举啊，在2015年挑战极限30米成功，今年的对战接力当中挑战男生第七关也挑战成功了。
难度不大了。对，我们即将又迎来一位在三倍速的挑战下登上高台的冲关王。哎，小心啊，果断点。我这个第七关三倍速转起来确实还是有点难度啊，看着有点懵。是的，有点懵。看看陈杰应该如何应对。哇，三倍速的第七关，不错。好聪明啊，哇，这个一走一停啊，非常漂亮。加油。好的，没有抓绳子，哇，太厉害了。恭喜陈杰云挑战三倍速成功，恭喜。其实在正常的速度下上高台，你跑的速度快，这倒没什么了不起，在三倍速的这样状况下登上高台，这才了不起啊。恭喜你今天挑战成功，来吧，加拿大奖带回家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布恩。好，来，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你好。欢迎。大家好。做一个自我介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戴光平，来自安徽合肥。光平是今年的新人啊。是的，今年也是挑战我们的这条赛道成功了。是。但当时呢，也是我们正常的一倍的速度啊。嗯。好，接下来来转一下转盘吧。这个因为刚才陈建云是转到了三啊，我这个也没动。他如果这个起始位置在三的话，你再转，我觉得应该不会转到三了。对，来吧，看看你的手气，那也说不准哦。转起来。哎，你看，果然还不错，还不错，1.5倍，不错啊，就比你上次来的稍微快那么一丢丢。是。好，接下来看你的冲关表现了，加油！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把劲儿啊，光平。这个看到转到1.5倍速的时候，光明的脸上有一点点慌张，不要害怕啊。虽然是今年的新人，但是目前看他闯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和经验，我觉得光明已经掌握了技巧，有一点的挑战性，但是呢确实也不太难，还可以，应该没有问题。到达第二关，刚才陈杰云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三倍速成功登顶了。好，顺利来到第三关，斗转星移。好的，小心。好，快快快，到达红色指针。3, 2, 1，走。第四关穿越时空对你来说不会有任何的难度。是的，这个1.5倍速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的温柔的啊，而且也是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感觉，前面很顺利。尤其是刚刚看完陈杰云的三倍速，非常顺利到达第五关，动力核心交给高台。欢迎这位姑娘来到第五关动力核心，今天运气也不错啊，1.5倍速基本上没有什么过多的提升，在原有的基础上是提快了一点点。第五关需要掌握时机，不要着急啊，刚刚选择的时机就不是特别好啊。对，好的，没有问题了，恭喜通过第五关，来到了第六关。这个地方要一鼓作气的跑过去啊，不要停。跑，不要停啊。哎呀，还是没有经验啊，在第六关的这个地方摔了一跤。行，没下去就行啊，没下去就行。遇到一点小困难啊，让自己的闯关之路也变得更有乐趣，也还可以。大多数女冲客到这儿体力都消耗殆尽了，坚持，使上劲儿啊，不能完全松。
最后的爬坡阶段，他这还可以到第八关，山脚下全身都还是干的，直到遇到我们第八关的瀑布。小心啊，尽量的避开水流。好的，还是很有劲啊，二姑娘，好样的，1.5倍速很顺利啊，漂亮，恭喜恭喜戴光平挑战成功。我看这位姑娘在闯关的过程中一直都皱着眉头，直到登上高台七笑颜开，露出了笑容啊，此刻的心情怎样，跟我们分享一下。非常开心，来吧，恭喜你带走你的佳丽大奖。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来，咱们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好，大家好，我叫于气美，来自安徽肥西。于气美是2016年就加入到我们的比赛了。是的，今年也是挑战成功了啊，进入到了晋级赛，看看今天怎么样。当然，先看运气，再看实力，来吧。这是几啊？来。本裁判看一看，啊，本裁判看一看，应该是1.5倍，1.5，确实是1.5，就算你1.5好不好？哎呀，1.5倍速，跟刚才我们的戴光平是一样的啊。是，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5倍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的，1.5倍速，说实话啊，你跑起来了跟正常速度根本就是。区别不大，差不多，嗯，差不多的。其实作为我们的老冲关王，尤其是2016年就加入到我们的比赛的，真的可以。斗转星移，好，迅速移到红色指针，好，非常顺利的来到第四关，穿越时空。好，李志爱分享特种兵生炸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好，这一关对你来说完全没有难度，来到第五关动力核心，1.5倍速还好啊，可以的。第五关要注意了啊，本身是有点难度的，再加上0.5倍速之后，会不会对你形成阻碍呢？果然第五关是一个难点。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呀呀呀，直接穿着3倍速出来了，哎，是吗？来吧，是穿不穿的话难以服众。你说太对了，哎，直接给我调到6倍速，没有丝毫的犹豫啊。反正速度咱们肯定是3倍速了啊，但是我还想让你自己转一下，我看你究竟能转到几，对不对？来，使劲啊！这不行，这不行，这对你来说不构成难度啊，不够这个爽快。这样，出发前我们要助助兴。来给陈真助力一下，自然好礼与挚爱分享特种兵生炸椰子汁，为你冲关助力。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倍速也敢这么跑吗？哎呀，哇塞！我的天哪！这个车不是白拿的，真不是白拿的啊！刚才我们看到陈洁云，是不是大意了？实话，这个转速真有点晕。
明显在第三个星星的位置，陈真已经被转晕了。是的，陈真说有点后悔，早知道应该上来先转一转，也就两倍速啊。好，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白圆圆啊。做个自我介绍吧，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樊圆圆，来自合肥。今年据说这个状态一直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对，对不对？那今天看看你运气好不好？对，好。今天我给你讲啊，别人是转盘，你是转运，对吧？来来，加油！看看转个几？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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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吓坏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跑起来喽！这对于樊圆圆来说啊，太简单了，易如反掌。斗转星移，樊圆圆虽然今年总体来说发挥的不算是太好，但是今天运气确实不错，收到了0.5倍速。加油！前半程通过了，接下来非常顺利。是的，第五关0.5倍速，几乎也没有任何挑战啊。好的，恭喜来到第五关动力核心。前面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失误。第五关的技巧也非常的出色，不过我确实是感觉到当我们的赛道速度发生变化以后，意外也增多了啊。确实，尤其是在第一关和第七关会感觉比较明显的速度的变化。第三关也不好过，第三关确实也是。对对对，不过你已经过来了啊，现在就要感受一下第七关的变化就行了。好的，来到了第七关，这个速度应该还可以啊。只有这个2倍速、3倍速的时候，第七关会比较夸张一点。好的，最后一关了。今天女生队表现都不错啊，除了有几位挑战3倍速没有成功之外，其余的都还不错。来，加油，最后的冲刺，坚持住啊。樊圆圆你还得练啊，你今天这0.5倍速你第八关都这么费劲儿。来吧。好，恭喜樊圆圆登顶成功。确实如白老师所说啊，0.5倍速怎么还闯得这么吃力呢？也没有也没有，前面做鞋子滑了。前面开了倍速的都没什么，反倒是这个第八关没什么倍速的啊，纯天然关卡啊，有一点点吃力，可能还是体能不太够。对对对，缺少锻炼。幸好今天抽了个0.5，你要抽个1.5啊，恐怕就很难来了。危险了啊！对对对，回去加强锻炼。好吧，运气不错，回去加强锻炼，把你的佳佳大奖带回家吧，恭喜。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啊。怎么还有最后一位？还有呢，对，后面还有惊喜呢。谁呀？来，掌声有请。哎呦，你怎么又来了呀？刚才没来刚才那幻觉那是今天这个白老师也是难得使用一次复活权啊，是给到我们的三车王陈真挑战3倍速。
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晨晨太可爱了，哎，非得那么猛吗？哎，非得那么猛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晨晨啊，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复活权。晨晨今天是来搞笑的啊，是让我们这期节目多了更多的欢乐，让我们忘记他。但是也说明了三倍速确实有难度，是真的难。我们今天要给唯一一个三倍速登顶的陈洁云陈姐点个赞。是的，那也要恭喜今天其他几位登顶的朋友。好，我们女生队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了，来看看男生队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新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2020男生女生向前冲。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二组的第一位男生登场吧。有请。 Hello，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啊，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吴欣欣，来自安徽合肥市北东县。吴欣欣，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赚几倍速？运气好的话就赚个三倍数。好，运气好的话，运气好的话是吧？那说明这个欣欣今天是信心满满，对不对？这样吧，我们先来转一转，好不好？好，来，来，好的，转动一下我们的转盘，看一下。哎呦，三倍速！哎、你们两个人，你们哎，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转盘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哎，怎么都是三倍啊？我跟你说，欣欣，就其实这个三倍速啊，不是你转出来的，是我们就想让你跑这个三倍速。而且我跟你说，今天吧，我跟锦江两个人带男生队哈，突然信心满满，因为第一组表现太好了，所以第二组我觉得都是三倍，也都拿分，没问题。主要是这样，我是这样想的，第一组啊，八位选手每个人都登上了高台，已经得了八分了，我觉得也挺好的。接下来这个三倍速，我想看看大家的玩法，其实掉不掉水，我觉得无所谓了。加油，欣欣！对，我就是冲这个速度来的，就是冲速度来的，没问题，加油！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吴欣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吴欣欣啊，他这个胆量是相当可以的。没错，三倍速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关卡到底转得有多快呢？前两关啊，先稳定心态，接下来的三四五六关啊，速度就上来了。哇哇，哎，他很敏捷，对，他连蹦带跳，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来，还有翻盘的机会。对，我们带了护具，不错，对自己的保护哈。小心一点哦，可以调整一下哈。慢一点，慢一点。哇，这个转的真的是像电风扇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需要一个加速度？来吧。哎呀呀呀！啊，确实啊，第四关比较快。确实啊，这个三倍速第四关是非常快的。对呀、啊，我们都说的像电风扇一样嘛。嗯，但是我还是期待有人能够冲过去。一定可以的。来，有请下一位。Hello， 你好。来，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我叫王鹏。啊，这个有没有想过几倍速啊？你看一看转盘啊。都是三倍。对。啊，今天。但流程我们还是要走一下，对不对，锦江？对，咱们还转一下好不好？转一下，对对对，走，转一下属于你的这个倍速啊，虽然毫无悬念，但是给你一个放缓的这个过程和心态。哦，你看，哇，恭喜恭喜，三倍耶！好好加油，好不好？好的好的。特种兵生榨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哇，又是一个三倍速啊，看一下能否突破之前的这个成绩啊。第四关真的还是有些难度的，
我觉得第三关就有些难度了，刚刚的那位选手就差一点点啊被带到水中。哇，你这个要是掌握不好速度有可能会一直原地跳。哎，你看他很聪明啊，他往前移了一些。对，这个提前量要打得多一些。走，漂亮。哇，好帅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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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来到第五关，交给高台。男生队第一组已经拿了8分啊，女生队一共才拿了5分，所以现在男生队大幅度的领先于女生。没错，所以我们为第二组的男生们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但是啊，但是我觉得男生普遍啊，如果不加这个小惊喜，勇气不如女生，是对吧？第二组就是为观众们呈现3倍速的表演时间。好样的。3倍速的情况下可以登上高台，这才是巨大实力的体现啊！来吧，漂亮，恭喜3倍速挑战成功。今天你是当之无愧的本场截止目前的第一名，一定没有问题。来吧，恭喜你了，3倍速挑战成功。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好，主持人好。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球帅。为了增加我们这个游戏的趣味性啊，哎，每个都贴上了3的倍速，但是呢，待会儿啊，我们转到哪一个之后，我会把它揭开，究竟是多少，大家共同期待。来看你的运气如何，球帅。球帅，要不要球快呢？来。好，这样紧张，你赶快来揭露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我来看一下，哟，怎么讲？3倍吗？3倍，哦，1倍速，不错不错，中规中矩哈。是的，我觉得这个倍速啊，对你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好加油。好的。这种名声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的，我们的球帅呢，他等于说是今年的新人哈，才25岁，是一名技术人员。那么之前最好的成绩呢，是在抢位赛当中的1分18秒，刚刚这个运气也是非常的好哈，这个直接抽到了我们的1倍速。你看第四关一个倍速啊，就明显慢了。我们来到了动力核心，嗨，高台的主持人们，子俊姐又响起了爽朗的笑声啊！对啊，因为我们的选手又来了。是的，1倍速拦不住球帅的，球帅跑这条赛道跑得非常出色，今天运气也是不错啊，1倍速的加持，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啊再积累一些。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可以有更好的发挥。不求猛，不求快，我只求帅。球帅确实是一位长得很帅的冲关勇士啊，很斯文的长相。第七关，跑的发型啊也是非常的帅气，都竖起来了头发。那个接下来有可能就没有发型了哈，看看瀑布打不打着他。是，来，能不能躲开？你看，没打着，没打着，再不上来就打着了啊！恭喜球帅帅气登顶，来吧，帅气的球帅，恭喜你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欢迎主持人，大家 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胡俊峰。嗯，来震动一下吧。好，看一看今天运气如何。当然也还有三倍速。哎，直接赚到了1倍速。好嘞，恭喜。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感觉身体比较壮实啊。没错。我们这位选手叫胡俊峰啊，今年26岁，也是我们今年男生女生向前冲赛道上的新人。小伙子看上去虎头虎脑的，对，但身体素质很扎实。是，哎呦，你慢一点，你们是不是都要做风一样的男子？你要像风一样自由。哎呦，哎呀，漂亮啊！恭喜来到第5关，交给高台。啊，也是镜头一拍啊，显得非常的帅气。接下来第6关要注意脚下，第7关要跳得够高，加快步频。好的，第7关。哎哎，抓紧抓紧抓紧。哎呦，好悬啊，虚惊一场呀。2次抖动都死死地抓住了我们的柱子。最后1关，来吧，坚持住啊，应该没有问题了。漂亮，欢迎登顶，恭喜登顶成功，恭喜你，嘉奖大奖送给你了。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补恩。好的，精彩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田磊磊，来自安徽寿县。嗯，寿县的朋友，转动一下属于你的倍速。哎，是多少呢？0.5倍，运气好好啊！那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好，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田磊磊，今年25岁，是一名导游哈，而且呢，也是我们今年男生女生向前冲赛道上的新人。今天我们的新人表现都非常的棒哈，0.5倍速啊，我觉得之前来过，再来一次，这个成绩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没错，肯定可以登顶成功的。刚刚揭开这一瞬间啊，自己都露出了特别开心的笑容，是不是已经露出牙龈？嗨，高台的朋友们，我们又来了，怎么换你了？因为我也很开心啊。对对，又来一位啊，0.5倍速，这是对新人最好的奖励了啊。
在这样一个速度下可以熟悉我们的赛道，掌握一些过关的技巧。好的，前五关表现不错啊，第六关加快脚步的步频，迅速的跑过去，好样的，确实很轻松啊，身高不错，而且身形保持得比较好。第八关虽然前面两位主持人啊想尽了办法使尽了花样，今天男生队有机会挑战三倍速的人还是不多啊，也充分说明了你们男生队运气好呀。哇，这么大的水你的发型依然没乱呐！恭喜啦，恭喜登顶成功。今年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第一次参加，感觉还可以吗？可以。你觉得闯关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细节把控。我觉得闯关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帅。哎呀，够帅了啊，接来大奖带回家。母乳是最好的，轻乳奶粉选瑞布恩。接下来有请男生组第二组的最后一位登场，欢迎。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鲍冰，来自安徽合肥。如果你待会儿转到两个没有打开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方块，你就有50%的机会选择到的是三倍速。对啊，一个1.5，一个三倍嘛，随缘嘛，随缘，看运气。好，来吧，转动一下属于你的倍速。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是没有打开的呢？哎呀，哎呀，我们就喜欢看没有打开的。哎呀，就喜欢看这个环节。紧张，快看一下是什么？是什么？三倍，三倍，哇，哇，三倍速，三倍速，太精彩了！有没有信心啊？不知道，我觉得是吗？我觉得这样，既然你是这个男生第二组的最后一位出场的，你就给大家做一个好的结尾，好的收官，好不好？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好不好？好，加油！特种兵生炸椰子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男生，哎，你什么情况？你咋第一关就落水了？你抽到三倍速有什么意义啊？今天呢，男生队啊是大比分获胜了，而且大家勇于挑战自我，玩的都很开心，非常的棒。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感谢水滴保险商城为本节目的选手和员工提供人身意外保险，买保险就上水滴保险商城。感谢安徽省红十字救援队为本节目保驾护航。亚洲一号全新赛道规模升级，赛道升级难度加码。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拜拜。